已经知道 log 2是等于 0.3010， 是求5的23次方是几位数。我们要求这个数是几位数，我们就要利用对数。好，对数，我们将这个数取对数之后， log 5的23次方，23这个次方可以往前搬变成系数，所以就是23 log 5。而 log 5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2分之10，接着利用对数的性质， log 2分之10就可以写成 log 10减掉 log 2。好，那 log 10是多少？是1，而 log 2呢是 0.3010。 好，所以减完之后就会等于 0.699。 好，0.699乘以23是多少？我们来计算一下，16.077。 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 log 5的23次方是 16.077， 那么首数的部分是等于16。好，首数加1就是17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17位的数字。